比格大大的赞东延信超挂牌上柜，成交价68元，早盘一度飙到92.9元，大涨36.6%。由于中签率超低，仅0.16%，抽到的投资人落在高点卖出，可获利2.49万元。下半年的能见度。 东延信超挂牌上柜，成交价68元，早盘一度飙到92.9元，大涨19%。下半年的能见度都是好的，我们现在看起来库存部分多慢慢消化完了。比预期的还要好。还好，对，比较快一点，有看到厂商的新的产品陆续出来了。东延信超董事长吴仲超松口消费性电子产品市场回温的状况，超乎预期。东延信超是电子检测的大厂，前三大的笔电品牌和电子五哥都是他的客户，机器人和商用的无人机市场也持续火热。去年财报也缴出亮眼成绩，营收获利都创下历史新高。恭喜建德工业部，电机股新兵报道全球精密磨成龙头建德工业初次上市，成交价19元，股价也上演蜜月行情，以29.4元开出，涨幅超过50%。若中签者以开盘价卖出，一张可获利超过10,000元。我们历经了8年的改革，我们没倒，绝对不会倒
跳跳，一开盘攻破15900点大关，幸运中签的股民也乐赚价差，暴走股市乐透大红包。三立新闻姚超晨、李文科台北报道。